so smug and complacent about how fantastic our court system is that we need an urgent wake-up call. To the best of my recollection, the photos that we processed on that day were photos of the autopsy photos of, to me it was Anna Jane Chaney. The evidence is the cause of death was drowning. It's a very compelling case, and I've often said that if I was on the jury at Keogh's trial, I would have voted to convict him. 欢迎来到命案追踪，今天我们讲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案件。他高开高走，一开始就从最高法院审理，一路历经巡回法庭、高等法院、州长请愿等多种上诉途径。一个看似简单的案件，却让人性和社会的复杂展露无遗。下面就请跟我一起回到1994年的阿德莱德。阿德莱德是南澳洲的首府，也是澳洲的第五大城市，人口大约140万。90年代的阿德莱德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1992年，南澳州立银行破产倒闭，作为一个政府拥有的最大银行，它的倒闭让当地的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虽然之后新丰银行收购了南澳州立银行，并试图建立信用，但是重建的过程举步维艰。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故事的主人公亨利·基欧于1954年出生在阿德莱德。高中时期的基欧入读了一所天主教高中，通过不断的努力，高中毕业的他顺利考入了阿德莱德大学的牙医专业。不过大学毕业后的基欧并没有从事牙医，而是投身到了金融行业。凭借着自己的踏实和努力，基欧在南澳州立银行站稳了脚，并且以自己的名义开拓了基欧财政服务，主营贷款和保险业务。此时的基欧虽然事业发展顺利，但是感情之路却颇为崎岖。1977年大学刚毕业的基欧和素结婚，两人育有三个女儿。遗憾的是，这段感情在十几年之后开始破裂，原因是1989年基欧认识了小他九岁的年轻律师安娜简·切尼。切尼一家是当地比较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凯文·切尼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受到父亲的影响，高中时期的切尼对医学很感兴趣，梦想着成为一名兽医。不过在他14岁的时候，他突然告诉家人说自己打算成为一个律师。从彭布罗克高中毕业的他考入了阿德莱德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律师。在这之后，他认识了在银行工作的基欧。当时的基欧正在和妻子素长期冷战，夫妻感情正值低谷，切尼的出现让基欧无法自拔。1991年5月基欧和妻子素分居，1992年3月两人正式离婚，三个女儿的抚养权被判给了素。在此之后，基欧和切尼一起居住。不过虽然离婚，但是基欧和女儿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已经上中学的女儿们对切尼也并不排斥，一家人相处得很融洽。在交往的两年之后，基欧和切尼订婚，他们的婚礼日期被定在了1994年的4月24号。遗憾的是，这是一场永远不会举行的婚礼，因为就在婚礼的六周前，一场噩梦突然降临。1994年3月18号礼拜五，在晚上9点33分，急救中心接到了一通求救电话。打电话的人正是基欧。仅仅过了5分钟，急救人员就赶到了现场，但是此时的切尼早已经没有了呼吸。几分钟后，10名警员也赶到了现场，询问基欧整个事情的经过。基欧表示，当天下午下了班的两个人在 Norwood Hotel 酒吧喝了几杯红酒，两人心情都很好，因为两天前切尼刚过完自己的29岁生日，并且还选好了自己的结婚礼服，两个人还有不到6周就要举行婚礼，所以他们一起讨论着婚礼的一些筹划细节。基欧表示，两个人大概都喝了3-4杯红酒，不过并没有什么醉意。在大概7点左右，两人离开酒吧一起回家。在7点30分左右回到家的切尼约上了住在附近的弟媳苏珊，两个人一起外出遛狗散步。根据苏珊的证词，切尼看上去心情很好，并且两人相约周日再见。基欧表示，切尼散步完回到家的时间是晚上8点左右，此时的他有些疲惫，于是走去浴室打开水龙头准备泡个热水澡缓解下疲劳。
他建议基欧去看他的母亲，因为基欧的母亲并没有被邀请去参加婚礼。为了缓解未来的婆媳关系，他觉得基欧最好是去安慰一下他的妈妈。基欧表示赞同，于是在晚上8:15左右离开了家。等到基欧从母亲家里赶回来时，他发现自己的未婚妻已经躺在浴缸里，没有了呼吸。探员们发现整个房子干净整洁，门锁都没有被破坏，也没有外人强行闯入的痕迹，整个现场没有打斗的迹象，家里的财物也没有丢失。除了额头处有一块不起眼的淤伤之外，切尼的身体并没有明显外伤。警方初步认定这应该是一起意外溺亡事故。不过2天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不断涌现，警方开始怀疑眼前的这个男人可能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首先，警方发现基欧的证词有些地方前后矛盾。基欧在警方赶到的时候表示，他回家后发现未婚妻是面朝上躺在浴缸里，而第二天却告诉切尼的母亲说他是右臂向下侧身躺在水里。基欧告诉警方说他离开的时候看到切尼正在放水准备洗澡，但是却告诉切尼的母亲说他离开的时候切尼正在准备狗粮喂狗。最重要的是，切尼的家人表示，女儿切尼在之前的聊天中告诉家人自己有人寿保险价值40万澳元。警方怀疑会不会在保险金的诱惑下，基欧谋划了这一切。基欧这边则非常配合地拿出了5份人寿保险单，保单上写的都是切尼的名字，而且基欧是唯一的受益人。不但如此，基欧还表示，虽然这5份保单都是他模仿未婚妻的笔迹签的名，但是妻子切尼是完全知道的，这些保单只有1份是真实的，价值40万澳元，而其他4份保单都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保险业务伪造出来的。基欧的解释显然没有说服警方，而且警方这边已经得到了一个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法医的报告。为切尼做法医检测的是本案的一位关键性人物，他就是南澳洲法医病理学主任兼首席法医病理学家克林·曼诺克。曼诺克在检查了切尼之后，发现他的后脑部遭受过撞击，而且他的2条小腿上发现了4处淤伤。切尼的离世原因是溺亡。通过分析切尼身体动脉处细胞的切片和部分脑组织切片，曼诺克认为切尼的身上并没有类似肿瘤或者其他可以引起溺亡的病症。除了谋杀之外，他无法解释切尼的溺亡原因。案发的7天后，1994年3月25号，基欧和切尼的家人为他举行了葬礼，他的遗体也在当天被火化。2个月后，5月7号礼拜六，正在观看女儿篮球比赛的基欧被警方带走。很快，38岁的理财师涉嫌谋杀29岁的未婚妻律师变成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由于该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社会影响极大，所以该案件一开始就被定在了南澳洲的最高法院审理。1995年2月，基欧第一次站到了被告席。本次庭审由最高法院的凯文·达根大法官主审，检方这边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由坚硬老道的南澳洲总检察长保罗·洛菲负责起诉。经过了10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最终陪审团表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法官安排在同年的8月重新筛选陪审团，准备二审。1995年8月，这次的法庭庭审进行的相当激烈。检方这边找到了2名证人，法庭上他们被称作 A 女士和 B 女士。 A 女士表示，在1992年年中的时候，她和基欧两个人开始秘密交往，而且还发生过关系。那时的基欧刚和前妻素离婚不久，并且已经和切尼一起同居。 B 女士则是基欧在南澳洲银行的同事，两个人也秘密交往过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发生亲密关系。在警方的质问下，基欧在法庭上承认了和 A 女士的关系，但是对 B 女士的说辞给予了否定。接下来，警方对陪审团展示了保险单的证据。洛菲检察长表示，5份伪造签名的保险单就是最好的作案动机。这5份保单总价值高达112.5万澳元，在90年代来说是一笔巨款。基欧表面上装得很爱切尼，两个人准备一起结婚，实际上暗地里，为了和自己的秘密情人 A 和 B 在一起，他伪造了切尼的签名，制定了谋杀计划。在案发当天的酒吧里，他故意把切尼灌醉，回家后他打开浴室的水龙头让切尼去泡澡，然后趁机不意攻击了他。
吉欧的律师则表示，酒吧的服务员和切尼的弟媳苏珊都可以作证，当天的切尼并没有喝醉，在离开酒吧的时候他表现得很正常，在之后散步的时候切尼也和苏珊谈笑风生，完全看不出喝醉的样子。而关于保险单，五份保单中至少有两份保单是切尼明确知道的，因为切尼曾告诉自己的父母说他的保单价值40万澳元，这个金额和五份保单中的 MLC Life 吻合，该保单也是吉欧声称的唯一真实的保单。但是这个时候检方请出了他们的王牌证人，首席法医病理学家克林·曼诺克。法庭上曼诺克表示，切尼在被凶手压在水中的时候是清醒的，因为如果切尼入水的时候是没有意识的话，他的大脑组织切片会显示有印记，而通过实验，曼诺克表示切尼的脑部并没有印记。随后曼诺克向陪审团成员展示了一件重要物证，证物照片 KO888。这是一张切尼的腿部照片，在照片上曼诺克用红色的记号笔标出了腿部的四处淤伤的位置，他表示小腿部的四处淤伤经过实验对比证实是案发前后4小时之内形成的，淤伤的形状和手指按下去的形状吻合，表明凶手是用双手提起了切尼的小腿，这时候切尼的头部埋入了水中，他于是奋力挣扎，为了稳住切尼，凶手马上用右手抓住切尼的左小腿，同时用左手试图把切尼的头部按回到水里，这时候切尼的后脑撞到了浴缸边，凶手就这样右手提着切尼的左小腿，左手一直压着切尼的头部，直到他不再挣扎。曼诺克表示，切尼的案件让他回想到了1915年的一起著名案件——浴缸中的新娘，这两起案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1915年的这起案件最终在英国病理学家伯纳德的帮助下破解。作为回应，辩方这边请来了维州法医研究所的科德勒教授。尽管科德勒对曼诺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是对于陪审团成员来说，博学多识，已经做过9000多次尸检的曼诺克无疑是法医学的权威，他所提出的物证和理论是本案中最关键的证据。根据法庭上的种种证据，陪审团的12人看到的是一个对爱情不忠、三番四次偷情的男人，一个心狠手辣、为了保险金不惜加害自己未婚妻的男人。经过辩论，最终陪审团在1995年8月23日一致认定吉欧一级谋杀罪名成立，法官凯文·达根判处吉欧无期徒刑，其中25年不得假释。吉欧当庭喊冤，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吉欧的上诉之路漫长而曲折，在上诉的4个月后，1995年12月14号，上诉法院的3位法官一致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96年，他和律师发起请愿书，希望当时的南澳州长尼尔可以最终把案件发回到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最终在1997年3月，尼尔州长表示请愿没有成功。2个月后，吉欧的律师团队第二次向上诉法院发出请求，希望案件被重新审理，该请求再次被驳回。1997年10月，吉欧申请在南澳高等法院重新审理的请求也被驳回。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吉欧动摇了。You just shut down. You go numb. And you just try to put it out. That it's not happening. It's not real. And of course, it was. 但是人生有时候真的充满了戏剧性。当吉欧已经跌到谷底，感觉人生无望的时候，一个与他的人生完全没有交集的人竟然成了他的救命稻草。这个人就是阿德莱德大学的法学院教授鲍勃·摩尔斯。摩尔斯教授本来对吉欧的案件并不感兴趣，但是在2000年，他的一个律师朋友当时正在监督几个法律系的学生们完成一个项目，该项目涉及到很多案件，其中的一个案件就是吉欧的案件。该律师朋友请摩尔斯帮忙这个课题，于是摩尔斯才开始仔细研究该案件。随着每天不断的深入研究，摩尔斯意识到吉欧的案件明显是一桩冤案，而冤案背后的种种发现更是让他脊背发凉。通过查看法庭的卷宗，摩尔斯发现案件中让吉欧定罪的所有证据都不成立。首先是作案的动机，根据警察长洛菲的说法，
藉由瞒着未婚妻通过伪造五份人寿保险签名来榨取巨额保险金。但是仔细分析过后，莫尔斯发现在案发当时的90年代，类似藉由这种通过伪造家人签名来提升保险业绩的现象，其实在当时的行业里比较普遍。而为这五份保单付月供的银行账户是切尼和藉由的联名账户，五份保单每周有36澳元的保险月供。而切尼在1993年10月30号和1994年4月3号两次申请银行贷款的时候，在每周的开销一栏里明确写下来保险开销金额是36澳元，而且还有他的签名为证，所以切尼不可能不知道保单的事情。其次，让藉由定罪的关键证据是来自南澳首席法医专家曼诺克的证词，而通过对本案物证的分析，摩尔斯意识到这个曼诺克绝对是罪魁祸首。曼诺克于1962年从英国利兹大学取得了医药学学位，1963年到64年在利兹妇产科医院工作，1964年被母校利兹大学评为法医医药学的助理讲师，1967年加入了英国法医学协会，1968年当时的南澳政府急缺法医学专家，于是便于24号在英国的医学周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职位是法医病理学主任。此时默默无闻的曼诺克看到广告后眼前一亮，因为他知道有很多有才华有能力的专家并不愿意去澳洲，而自己待在英国绝对没有能力可以找到这么高的一个职位，他认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完全没有法医病理学经验的他主动投了简历，而且顺利地被南澳政府录取。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问题不断出现，由于他没有接受过器官解剖的培训，没有组织细胞学的经验，没有显微镜相关的培训，毫无法医病理学经验的他不断犯错。但是由于他身居病理学主任的高位，他下属的法医们没有办法挑战他的权威。当有人提出法医病理学主任一职需要五年以上的实践经验时，曼诺克则通过走关系，在1972年顺利加入了澳洲皇家病理学协会。其他人加入该协会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多次的考试和面试，而身居高位的曼诺克只是被面试了20分钟，甚至连一个字都不需要写就成功的进入了。而曼诺克的成功也为后来一切的悲剧埋下了祸根。摩尔斯发现早在基欧一案之前，曼诺克的专业性就已经被很多同行们质疑。其中最明显的案例是在1992年至1993年期间有三起婴儿死亡的案件，其中的一个婴儿身上有多达15处骨折。可笑的是，作为专家的曼诺克却给出了支气管感染的法医鉴定。由于他的过错实在是太明显了，最终在1994年法庭决定重新调查曼诺克的法医鉴定结果。最终法官维恩认定曼诺克的鉴定结果是伪造的，不正确的。不过1994年的这个时候恰巧发生了藉由的案件，在得知曼诺克是检方这边最有力的证人的时候，法官维恩并没有选择在1994年公布对曼诺克的调查结果，而是特意在1995年8月25号，也就是藉由二审被判无期的两天后，才公布了三个婴儿案件里对曼诺克的调查结果。那么在藉由的案件里，曼诺克到底有没有犯错呢？毕竟他已经有了差不多10000次尸检经验，没准这次不会犯很多严重错误呢，你信吗？通过对曼诺克法医报告的检查，摩尔斯发现曼诺克这个首席法医完全没有遵循职业标准来进行操作。作为法医的曼诺克在案发的当天没有去过案发现场，而且没有查看现场警方拍摄的照片，而他自己在案发的两天后才对切尼进行检验。在做心脏切片的时候，根据要求是需要采集350份样本，可是曼诺克只采集了一个样本。最关键的一点错误还在于证物 KO888 上，看到照片的第一眼是不是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它不是彩色的。尽管曼诺克从7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自己的每次检验中要求摄影师用彩色照片，但是在这个案子里曼诺克非要摄影师拍黑白照片。在法庭上，曼诺克指着这张照片说，切尼的小腿部位有淤伤，这些淤伤是藉由用手抓的时候造成的。我们仔细看下照片，在左小腿上你能看得见淤伤吗？为了让你看清楚，细心的曼诺克还特别用红笔在照片上圈了一下。
但是你还是看不见，陪审团成员也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块玉上它根本就不存在。不过曼诺克则表示，外表看不出来，但是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内部的玉上。而事实上他根本就是胡扯，为了自己提出的溺亡理论，他强行编造了这个玉上。There would be very few of any pathologists in Australia who would go to court and say this means the leg was whipped by hand. And the material that, of this, from this specimen that's looked at under the microscope shows minimal, if any, bruising at all. In my opinion, there is very little evidence of that in the sections that were examined under the microscope. 而切尼的脸部出现的肿胀现象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是出现了急性的过敏症状。在法庭上，曼诺克表示切尼的主动脉溶血性染色现象和溺亡的状态一致，而实际上染色现象也可以出现在过敏性休克等症状上。对于没有医学知识的陪审团，这样有选择性的解释医学术语，无疑对陪审团的判决造成了重要影响。2000年对于 GAO 来说是幸运的一年，不但有莫尔斯教授主动提出帮助，在得知曼诺克的底细之后，另一位法律界的大人物主动找到了吉欧，他表示自己可以帮助吉欧重见天日。这个人就是澳洲刑事法律协会主席凯文·博瑞克。但是如果你觉得博瑞克是一个救苦救难的大菩萨，那么你就错了。他的确非常有能力，参与了众多大案要案的庭审，但很多时候他的客户都是大众眼中的有钱有势的坏人。怎么说呢，如果你看过《绝命毒师》，你可以把博瑞克想象成那个在剧里无所不能的律师 Goodman。 I believe that until proven guilty,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in this country is innocent. And that's why I fight for you, Albuquerque. Better call Saul. 在博瑞克的帮助下，2002年，吉欧和他的律师团队发起了第二次州长请愿。这次请愿耗时两年半之久。在等待州长回复的过程中，作为检察长的阿特坚斯首先就站队到了曼诺克一边。But the key thing here is that two senior forensic pathologists misinformed juries in this state. The evidence, regarding the insurance policies fo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jury refused to run on your program. The jury that were misinformed. Henry Keogh falsified and admitted falsifying.The signature of the deceased Why would on you make life that insurance policies running to millions of dollars. 2004年，摩尔斯教授将曼诺克的所作所为投诉到了南澳医疗事务委员会。在委员会发起的调查中，曼诺克承认了自己的确在基欧的案件中做了假。在显微镜下，他承认自己并没有看到左小腿的那块瘀伤，而且曼诺克在检查切尼的过程中没有做血铁质试验。该试验可以准确定位瘀伤出现的时间，曼诺克没有做这个实验就提出身上的其他瘀伤是在案发前后四个小时左右形成的，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而切尼的离世原因有可能是心肌梗塞或者是其他过敏性反应，但是由于曼诺克没有把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送去给专家检测，而且切尼的身体已经火化，切尼具体的离世原因已经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摩尔斯教授把医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一并给到了当时的南澳副检察长库拉吉斯，因为当时的库拉吉斯是州长的法律顾问。库拉吉斯在仔细看过请愿书后得知了曼诺克的伪证行为，但他还是建议州长对吉欧的案件不做回应，州长也听从他的建议驳回了吉欧的第二次请愿。现实是残酷的，尽管曼诺克做伪证的事情几乎人尽皆知，澳洲的7频道、9频道和 ABC 电视台不断地播出吉欧一案可能是冤案的新闻，但是案件的上诉依然举步维艰。2007年5月，博瑞克上诉到了最高法院，他的请求被驳回。2007年11月，博瑞克请求高等法院重审此案，再次被驳回。2009年2月，博瑞克再次发起了州长请愿，这次州长的法律顾问是副检察长辛顿，而之前的副检察长库拉吉斯已经官升三级，变成了南澳洲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副检察长辛顿在看完请愿书后表示此案存在疑点，会交给总检察长和州长定夺。又是四年过去了，时间来到了2013年。这一年在摩尔斯教授的努力下，
南澳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决定重新审理一些存在巨大争议的旧案，而基欧的案件将会是第一个被受理的案件。2014年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专家们对切尼身上保留下来的组织切片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切尼身体上的其他三处小块瘀伤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案发的几天前甚至几周前，而并非曼诺克在法庭上所说的案发的前后四小时。这也就意味着切尼身上的瘀伤根本和他的溺亡无关。 The hopes of the convicted killer rest on Professor Derek Pounder, a forensic pathologist flown in from the UK to give evidence at Henry Keogh's final avenue for appeal. Keogh has spent 19 years behind bars for a crime he's always denied. Many of those errors, according to Professor Pounder, traced to the autopsy report.He says it was well below standard. He believes bruises on the back of her neck were caused during the autopsy and doesn't agree three small bruises on her leg were consistent with a hand grip, arguing there was no evidence she was held underwater. Professor Pounder said based on the evidence, he would have attributed the death to an accident.2014年12月19号，基欧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刑事上诉法庭的全体法官一致认定基欧一案的初审存在重大缺陷，驳回他的有罪判决，发回重审。重审的日期被定在了2016年3月。三天过后，2014年12月22号，坐了20年冤狱的基欧终于重见天日。Nearly 20 years after the Supreme Court jailed him for murder. Henry Keogh walks from the very same court, a free and innocent man. A wonderful end to a great day. We've restored Henry Keogh to his family, and I hope he's going to have a nice relaxing time over the Christmas and New Year. 南澳检察长表示，作为关键证人的首席法医曼诺克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出席2016年的庭审，所以警方将不再对基欧发起诉讼。This afternoon, I discontinue the prosecution of Mr. Keogh for the murder of Ms. Cheney. I did that because in recent times, an essential witness has become unwell and will be unable to give evidence. And as a consequence, I've decided that the matter cannot proceed. 基欧的案件好比蝴蝶效应，从南澳政府不负责任的聘用曼诺克开始，一系列事情得以发酵，最终酿成了悲剧。2018年11月，南澳政府就赔偿基欧一案召开了听证会，最终赔付了基欧257万澳元。You've called this inquiry to ask why I was given an extra payment. I ask, why not? Mr. Keogh telling the parliamentary inquiry his 20-year jail term was a monumental failure on the state. I believe that I am owed a debt for this nightmare. Can you even begin to imagine what imprisonment for that period of time was like?More than 7,000 sunrises and sunsets that I never saw. 除去支付大律师凯文·博瑞克的185万澳元，基欧20年的牢狱只得72万澳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他已经出狱，但是在法律意义上，他依然是切尼一案的凶手。基欧的案件其实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在曼诺克的伪证下，基欧成了牺牲品。更可怕的是，曼诺克在生涯里做了10,000多次尸检，光是上法庭的就400多次，这其中又有多少冤假错案呢？事实上，在坐牢的20年里，有很多人很多次其实是可以拯救基欧的，但是他们做了什么呢？曼诺克的同事、下属都明确的知道，这个所谓的首席法医其实根本没有资质，但是却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视而不见。在三个婴儿案件之后，法官韦恩明明知道曼诺克的错误，却选择暂时不公开他的丑闻，直到基欧被判入狱后才公开。警察长洛菲、阿特金斯、副警察长库拉吉斯都知道曼诺克的底细，却一味地选择维护。2004年的医疗委员会结果出来后，只要这些身居要职的警察长们愿意，基欧一案完全可以得到平反，但是基欧却无辜地又继续坐了10年牢。同样是法律界人士，莫尔斯教授可以不计前途直接辞职，专心投入到基欧和其他冤案中，而副警察长库拉吉斯隐瞒报告结果，却可以连升3级，直接做到了南澳洲法律系统的最高位——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因为莫尔斯和库拉吉斯
根本就不是一路人。现当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的法官约翰奈德曾这样评价吉欧案件。If he allows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t all to influence his decisions as the first law officer, he is failing in his duty and he's failing the people of the body politic to which he belongs. 也许在某些人的眼中，法律不过是派系斗争中的一种手段而已，正义也许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重要。不过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可以对这个世界不满、沮丧，但是请不要放弃希望，因为黑夜再黑、再漫长，也终究逃不过被光明所吞噬。调整好乐观的心态，积极的面对，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美好远远多于丑陋。感谢你们听完这个漫长的故事，爱你们，我们下期见。